姐，漂亮吧？来，我送你一个。谢谢老板。老板要一份小龙虾背背面，辣的吗？啊，辣的。香菜、葱花都要吗？都放一点。正常辣吧？多点辣。多点辣的不好意思。小龙虾、香菜、虾仁都要。好的。这多少钱一份？18一份。辣一份，13。蒜蓉辣椒来一勺。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，18一份，面很劲呢，搭配蒜蓉辣椒绝了。